这一包是不是？是。抽了几支？半支。抽完烟头扔到哪里去了？垃圾箱里面。厕所里面还是外面的？厕所里面。十一号车几号车厢？当列车运行到这个贵阳北到广州南期间呢，突然呢这个烟感报警器报警，我们民警呢接到这个机械师的报警以后呢，和这个列车长迅速就赶到十一号车厢二号厕所，当时就查到一个旅客在厕所里面吸烟。看到你这个。由于这个烟感报警呢，引发这个列车减速，最后呢，这个列车晚点三分钟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